知道性别，但是可能要晚一点点公布。小弟弟啊，妹妹，妹妹啊，我自己都好开心哦。对对对，所以是你想的那样吗？我想的那样。对对对，看到那个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，就直接说了那个性别，弟弟或妹妹这样。对对对，哦，好险哦，差点，差点，哦，差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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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弟弟啊，妹妹。妹妹啊，确定两个的话，就由我去结扎好了，这样。哇，对对对对，好 man 哦，够 man 吧？就像昆达回归 Energy， 你们有想吗？你说 Circus 吗？对，我不想，我不想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衣服一件一件的穿回来之后，事隔二十几年再叫我再回到那个时候，我现在要裸奔这种事情，花脸是都没问题。今天早上去产检，然后小朋友跟老婆都非常的健康，然后都在这个标准之上，对，所以今天是带着非常愉快的心情来参加记者会。知道性别了吗？知道性别，但是可能要晚一点点公布，就给惊喜，因为其实我自己都好开心哦。对对对。所以是你想的那样吗？我想的那样。对对对。所以木木今天早上有去吗？木木有，木木现在因为出生到现在已经打了大概有二十几支预防针的嘛，那基本上他现在只要到那个医院，他就会哭，因为他以为他要打针了，所以他今天一去的时候，他就先哭，然后哭完之后就看到那个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，就直接说了那个性别，弟弟或妹妹这样，对对对，哦，好险哦，差点，差点，哦，差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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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像昆达回归 Energy， 你们有想吗？你说 Circus 吗？对，我不想，我不想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衣服一件一件的穿回来之后，事隔二十几年再叫我再回到那个时候，我现在要裸奔这种事情，花脸是都没问题。昨天看到他们，其实真的是有点感动，因为昨天 Energy 就是签名签唱到凌晨三点，对，基本上我就想说，哇，已经四十几岁了，还可以这么有魅力。所以肌肉的部分是没办法了，肌肉没办法了。我觉得就是像他们也都一直在避开，就是尽量不要跳那个十六吨嘛。对，然后我看到他们十六吨就几个大叔这样子，其实有点吃力。我有跳啊，我跳不动，我跳到第七下、第八下就不行了。一人那两个就够了，有没有打算结扎？原本我是想说要死的，但是现在的感觉两个好像蛮够的，因为有了一个之后，发现很多的状态好像三个会太多，像家里有时候太小，对，我不是像宪哥家那么大。这个倒是有跟老婆讨论过，说如果未来真的是有确定两个的话，就由我去结扎好了，这样。哇，对对对对，好 man 哦，够 man 吧？